它当时的运气会弱。我可以想象得出一朵花从一点点慢慢长大长大长大再打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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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一朵很漂亮的花。这个花对，还可以想象出古代的唐朝的时候啊，那些人的歌舞，他们怎么跳舞的这些。所以我很痛恨这个杨贵妃，我要打脸他出气就是这个原因，他是红颜祸水。而武则天呢，我为什么欣赏她呢？我欣赏她的六亲不认。那个花呀，是不是在你脑海里面呢？只在我脑海里面。是真正有那个花吗？真正有过，但是现在已经被那帮败家子给他全部毁了。是闭上眼睛的时候感觉到的，想象出来的。不闭眼睛我也能想象出来，我现在跟你说话，我脑袋里面还可以有蝴蝶在飞呢。哦，你现在跟我说话，脑子里面有蝴蝶在飞。对，你知道有蝴蝶在脑子里面。对，那你脑子有点提速哦。是在超光速运行的。超光速运行的、你脑子是一个脑子还是两个脑子呢？是一个呗。我之所以同意让你们来拍照，就是因为我愿意上这个蛋。啊，我愿意上这个蛋，否则的话，我会把那个摄像机给砸烂的出去。不用砸，谁上去？我们看中了你才给你录像的嘛，录了以后对呀、所以我也就是吧。这样子你看吧，日本那个混蛋，日本他还敢作威作福，他敢作威作福，我把他毁了去。一看是能耐很大。是，我现在其实心情也很好，关键就是有一条，我不愿意受束缚，我想到哪就到哪，不要再阻拦我。有什么能力啊？现在有什么能力？我现在就想休息，想休息啊。嗯。你有什么很大的能力没有？做什么官啊？啊，不要关，我在那做什么官呢？难得费事，做官那些交给我底下的人去办。比如说做官嘛，你现在开公司啊？开啊！你在那总经理人就是郭总，我对他是五体投地佩服的。那公司是你的啦？那谁的？大家的。大家的。嗯。那你人呢？夸张点啊！啊。你们其他的事情，就世界上的繁琐事情，全部去找郭总就是了。我给他添了一副大蛋。你说你的那个老年啊，那个 Frank 啊，有什么心灵感应？是吧？他才不是老年呢，他肯定没有变丑的。你怎么跟别人心灵感应着呢？什么心灵感应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不言传，以后。